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的滚烫剧场。终于要开始了，终于来了，我有信心可以比以前状态更好。优胜组中排名第一的成员将会成为本场的 MVP。 MVP 有优先的选择权，这很重要。经历风雨重新出发，我必须突破它，去披荆斩棘。听得我眼圈都红了。大家都依然还在舞台上面，也没有辜负十几年的努力。作为歌手去让大家看到，我们的确是会放光的。我们三个把这首歌带来给所有的哥哥们提提气。有一位特别的成员向所有第三季的哥哥们发起了回归挑战。完了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发布本场的 MVP。 真的假的？接下来请国庆哥选择第二把。我觉得还是要延续那种突破的心。国庆哥可以去漂移漂移漂移。你选无数就炸了，真的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到这里就炸了。一个人选择四个人紧张。国庆哥请选择。